你小心后面，你帮我看后面。我看后面，我看后面。这么准哦！我看后面。不得不说，我枪比较准呀，有没有？我再去 A 摸两个箱子，顺便看后面。左下右抄，对啊，老是从偷看小抄。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再麻烦你订阅我的频道，打开订阅旁的小铃铛，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支持，谢谢你。那我们这边24小时最高观看，来看一下最佳斜卡奖 ，Evil 收88的原地手环。好，我们先恭喜他获得我们的这个1000元最多观看数的剪辑的奖励哦，是按主台来算的、哦。来看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哦？哦，这是那个吧，那个物质的那个原地。把 KO 给放倒，那这样子逃离新一区可能逃离不了这个情况了。物质丢了一个，哎，原地的手环完蛋了，斜卡。这样上来以后，一堆枪线往前跑，能活下来吗？鬼鬼被刮放倒了，那这样子顽皮鬼杀队可能。暂时没有什么问题哦，有哦，原地手环，我变超级变斜卡手环，完蛋了，哥，哎，原情况了，离不了另一区，可能逃离不了这个情况了，物质丢了一个，哎，原地的手环，原地变身，那我们再看一下 ，Tell me why， 这是21小时前的，不是比赛的，然后这个50小时，还有这个消失的小店哦。这样子乱战的途中，虽然都死了一堆人，但是看起来大家都可以把人拉起来哦，还是5对15个人。小店直接被偷走了，小吃的小店。这样子乱对十五个人，在他面前呢，你看好笑，还是5对15个人。嗯，被楼下的罗巴偷走了。瑞星杯 Apex 英雄特别周边企划，有可爱帅气的花生蜜乳与 Ash 新耐力牌吊饰组合，还有我们瑞星杯的主视觉超大挂轴，总价1700元，套组优惠价格只要1500元，所有收入都会用于瑞星杯的比赛支出跟选手奖金。想看更多瑞星杯比赛的话，现在立马扫 QR Code 下单，把这些超赞周边带回家吧。卖场连接我也会放在资讯栏跟留言处，再麻烦大家多多支持啦。好，这个好，那我们看一下这边。别人的剪辑哦，最佳斜卡奖头奖物质 Q 到岩浆里，先后退，先后退，你们多少？哎，我想办法掉下去。有我手环达人，我们要水饺，九乐物质，就是我们刚刚看到他不想从那边烧死的，是不是？我被编掉，你快走。看下九 QOQ 这边也有，背镜借我一下，一定要看下这个，看一下。你被飞机先开回来。你背镜先借我好了，这边一个，这边一个，这边一个，借我一下。你被飞机先开回来，看一下，背镜借我一下。你有背镜吗？六倍的，你要两倍的。那个是狙击，那用不了。两倍的给，哎呦，没背镜，那你用吧。给你两倍，一个爆甲，一个爆甲，一个爆甲。好，谢谢你。有礼貌运动。没关系，没关系。这组是我，这组是主迷。他打你，你打赖给他。他打你，打赖给他。谁打赖呢？这打门痛。我觉得目前好像是物质领先哦，不得不说。我来看一下别人还有没有这个投稿。猫康滑倒。等一下，我 tower， 我 tower 先给你们。好，这里。猫康，你帮我看圈内哪一间房子可以去？我想要直接飞。滑下去了，滑下去了，嘿！我看滑下去了，那个开着无人机滑下去了。这东在打、欸，这东在打、欸，这东在打。猫康，哎、欸，走了走了，猫康，猫康，你怎么样？哎、欸，你为什么滑下去了？啊，我怎么滑了、啊？没事，我来救你。你会死吗？什么意思啊？啊？看你脸什么意思？我嘞，一边滑一边开飞机啊！我没有，我也没有热人护盾。阿丁也想拿斜卡奖。没事没事没事，
你不用跟他们你可以 Q 到前左前的石头后面那边是对丢过去不是啊不是吧没事没事打对对对对没事、啊那个意思就对吧左前左是说车子的前面还有一个石头你要这也蛮邪的没办法这个罗巴经典操作也不决定话是怎样啊大牌啊改真的喂出去了吗哦你死了我死了、啊、你已经死了打给你没用了拜拜怎么了谁打赖啦看这个我读了、這個、我的位置也是很尴尬呢这昨天的呢算了看一下好了他可能偷偷救我吗我可能要绕前面先别救完了老师耍白痴了干老师敌人啊啊他们过去了你那里那我先绕看下这个改变的哨兵这里我肯特改变世界线的哨兵好 nice 高位腾哈哈赌爆你这里有哦这个他们如果当十三个人应该会赢哦静态是一毛的看红标我以为是黄标啊哇塞被看到了这是那个王耀虎牢吗这什么时候的就用我们最一开始来团练的时候吃鸡的那个组合就是这个组合 OK 来了吃了我觉得 Krabby 跟物质有料耶、欸、我要刷他那边怎么先就用我们最一开始来怎么看考试中偷看小曹样对我在这边好像倒你小心后面你帮我看后面我看后面这么准哦看后面，不是我枪比较准呀？有没有？我再去 A 摸两个箱子，顺便看后面。左下右抄，老师从偷看小抄，我这个很好笑的。对，这个蛮好笑的，这个蛮好笑的。好，那我们就投这三个啊，我们来看一下谁是瑞幸杯最佳鞋咖物子猫康威狗要按这个来投哦然后这里是 Creepy 的、啊、怎么上去啊那边 Creepy 可以上来可以上来你们我觉得最好笑的应该是那个我们完全新手的幽白都已经爬上来了我们的 Creepy 上不去是什么鬼啊、欸、我真的上不去耶、欸、这怎么上去啊那边 Creepy可以上来，可以上来。你们刚这里，快屁这边。原地吗？哦，这个六分跟另外一个六分差的有点远呢、欸。对，这里可以上来啊，你们。这怎么上？可以贴着墙，快屁爬，拼命爬，拼命爬。哦。上面有敌人呢、啊。冲不了啊。你冲不了吗？走、啊。算了，我杀一个是一个。shit， 我死掉了，对不起。你啊，脸上小了，完全爬不上去，到底是怎样啊？可以爬，这边可以爬，这边可以爬。猫康那个确实也蛮好笑的，再看一下那个视角，花花视角。小小直飞。猫康滑走啦！猫康他开着无人机滑走啦！我怎么太油啦猫扛捡太多 VTuber 啦滑下去啦跟两个 VTuber 玩直接滑走啦、啊、
我要看你帮我看圈内哪一间房子。他跳起来，他跳起来，然后按蹲着，他滑下去了。他队友都没看到哎。好，我们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决定的关键哦。我们的原地守完，那花花的枪线把 KO 给放倒。那这样子逃离新一区可能逃离不了这个情况了。物子丢了一个，原地的手环完蛋了，斜卡。这样上来以后，一堆枪线往前跑，能活下来吗？鬼鬼被花花放倒了。那这样子顽皮鬼杀队可能在原地手环，可是有一说一，他的手环如果往前丢，他反而会死吧？他原地丢反而没死。好，那我们去恭喜啊，我们斜卡，我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了。欸，恭喜你，好爽哦，好爽哦，你是我们本日最斜卡奖，我们的酒乐物质有咯，有。欸，你要记得分一半给我，这角色是我叫你选的呢。你是 LOL 王，手环王，手环王就你了。我真的不会丢那个手环。欸，对，你那个丢那个手环有点像那个魔戒一样。对啊，就丢出去啊！你就是比尔博一样，丢的那个手环，你又舍不得，你跳下去跟他自焚是不是？为什么会掉在石头上哦 ？My precious！ 对呀，他把手环掉下去，那你就跳下去跟着一起手环掉岩浆里。你这是呼噜喂！久乐久乐咕噜，咕噜。我们用心良苦，叫他练了一整周的生命线，最后就叫他真的。对啊，我其实只有前两天才换罗巴，我前两天才换罗巴。你去玩罗巴好了。